钟琦也有新的目标。在你的九点，没有可以跟你聊天吗？可以啦。你一个人来买什么？我看。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你们是学生呢还是？嗯，学生。学生，大学生。那你今年几岁？22。学校有没有交男朋友呢？没有，男朋友不在学校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说啊，在学校不适合认识男朋友，男朋友应该是在外面认识的啦。嗯、对对，可以。现在我在外面啊，在这个外面啊，学校外面啊，帮你介绍一个男的。啊，好不好？我有男朋友了，是没？喂，人家不是一早就告诉你了吗？你们交往很久了。差不多6个月。哦，6个月，这个不是还不是很熟的啦，才6个月刚刚开始，我不是要破坏你们两个人之间嘛，好、啊、感情啊，我就想要介绍多一个男的朋友给你认识了，因为这个男的蛮不错的嘞，年轻有为，30岁不到嘞，认识一下嘛，可以吗？好啦，反正我等一下打个电话给你，你要听电话啦，要不要你就听电话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等一下我们再联络，谢谢，拜拜。天使目送倩影离去，希望任雪有去有回咯。眼镜店藏美女，美不美？美嘞。是你是叫我看这只还是看这只？你结婚了没？啊，不可能。真的？你这样小几岁？21。21岁就结婚了？这个这样松，你看这个是刚刚才戴上去的。哎呦我贵，这个本来就是戴在这里的吧，对不对？真是的，都说戴不进了，钟琦还是不死心，硬要乱套一通。别啦，这个是戴的这。哎呦，又是，人家手指都快扯断了。莫非真的是戴在这里的？喂，你面对现实吧。真的哦。OK 啦，算你走运，我先饶了你了。你再次不要叫年轻的嫁人呢。OK。啊，婚姻一生人一次，哪来下一？你在干嘛的？哦，在干什么？在手术的 station。 你今年几岁？23。这个是你第几份工作？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。你什么毕业？LaSalle。 你是读哪一部？Dance。 跳舞啊？舞蹈。什么舞？Modern Ballet。 Ballet 啊，那你走路一定很奇怪了。你走路一定是这样的。哎呦，把人家的专业丑化了。像芭蕾舞的人走路都是这样。对的，因为我们学佛的，因为脚都是开的。对的对的，我不是举枪，也是因为我的同学都是这样啊。啊，我再看一下你，我再看一下。你转一圈我拍脚吗？长头发又白又独立，先把花招来 confirm 再说啦。In case 我们拍嘛，不要我们最多 delete 很简袋子，有没有？啊，如果要的话，我们就 keep 这个袋子，我们往上走了啦。这个是我们有一个，我忘记自我介绍一下 ，sorry， 原来就是你。OK， 我们有一个男孩子哈，事业有成，然后他的愿望是希望在马来西亚来买一个小岛，就是岛上享受一下二人世界。他心愿是买一只海龟当你们的交通工具。这种童话说出来谁相信？大概花你45分钟到一个钟头的时间。真的不能够，因为我要在这里看店。你已经拿两花了，我不可以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可以，我得看店，不好意思。逮到美女，一凤能说得动她吗？你叫一个朋友来帮你看一下啦。天使帮忙找人看店。5:30到6:00，我帮看店。你帮他看店啊，口风吗？真的，谢谢你嘞。你的择偶条件是什么？有男朋友了吗？你有男朋友了？不是吧？我们整卷袋子都要没了，你来跟我讲有男朋友？这个不配哦。你有男朋友跟他结婚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几时？应该是今年年底吧。我这个只是游戏而已，啊，还是这样了，是这样了。喂，小姐，天使是认真的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小姐有心无力，帮不到天使。放飞就好了哈。出来一下，说有没有兴趣来？既然有男朋友，可是你这个男朋友才6个月而已吗？就是也不是说很熟的，对不对？才刚刚起步。我不是要破坏你们，是像希望说你给你自己多一。好，一个选择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的男朋友真的这么好，你也不会放弃他的嘛。怎么讲？我今天也是做个朋友而已嘛，不一定要他拖的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现在什么年代了，哪里说见一个面摸一个手就要做你的女朋友呗？天使可是摸灯媒婆。你没有被我说服吗？点头了，你不好意思讲了，点头了，点头。OK， 就是愿意了，非常欢迎你成为我今天的第二个女主角，曼芝，谢谢你。
好不容易才说服大学生郑曼芝参赛，她的加入会为钟情增添希望吗？小岛会喜欢这类型的女子吗？我的理想对象是要有爱心和会疼我的人。嗨，小姐你好，吃饭还是先吃饭？等人。等谁？等我男朋友。一凤今天真够倒霉了。男的朋友还是男朋友？男朋友。男朋友啦，已经这样子了哈。OK， 算了，那没有办法了， OK， 拜拜。可惜呀，天使只能自己生闷气。哎呀。